前面你就到家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嗯。叶大哥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我刚才没想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晚会在那附近啊？我和锦衣才回来，然后自己出来吃了点东西，吃完回家。 刚好路过临水楼后巷，就看见你了。其实，咱们俩交情也不深，但你几次都出手相助了，看来你也和我一样，是个有心惩恶扬善的人。其实你也冷心热。你就这么容易相信陌生人？啊？为什么？以后我也像叶大哥一样。 乐于助人，坚持自己的原则。叶大哥，你去忙吧，我也走了。注意安全。